好，我看一下这题哦。麻烦你把这两分式相加，这样行不行？哎，我讲过，分式相加一定要怎样？通分。你观察一下分母 a 减上4减 h 像不像？像嘛，对吧？好，这两彼此差一个什么号？负号。所以说我把这边 a 减4这边不动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这4减 ax 呢？4减 ax， 它其实是负了多少 ？ax 减 4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它可以负的多少 ？ax 减 4， 这样行不行？分子几？七。之后分母有没有一样？有，把分子相合并 ，ax 加3减 7， 变几 ？ax 减 4， 所以约分约掉，答案剩几？一，好不好？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